转变，最殊胜的转变，这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详细。第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，念佛往生不退，做佛去了，这是无比殊胜的转变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，不但誓言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通通放下了，以真诚无比清净的心，信愿念佛，我们这一生才决定成就。念佛不能往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你没有放下，你心里头还有牵肠挂肚的事情，外缘还受种种诱惑，内外都不清净，这样念佛不能往生啊。所以修道的人生活越简单越好。古时候修行人虽然不能做到三依一钵啊，也多不了好多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出门，出远门呐，那个时候上学念书，住在学校里。就是一个铺盖，一个包袱啊！包袱里面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啊，几本自己念的书啊。